今天的教程一样，就是可爱的宠物项圈，一样的勾法，我们有三种不同的造型，有小熊、兔子和恐龙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教程吧。我们先起针，起针完成后，我们总共要编织21个锁针。接着我们再锁两针，我们在倒数第三针的位置，我们勾两个中长针。接着我们勾19个中长针。接着最后一针，我们也是要勾两个中长针。接着再锁两针，单面。在第一针的位置，也是要勾两个中长针。接着我们勾21个中长针。在最后一针，我们勾两个中长针。接着我们再锁两针，翻面。我们这一排勾的全部都是中长针，不加不减的中长针。我们一共要编织14排中长针。接着我们锁两针。翻面，我们勾5个中长针。接着我们空一针不勾，我们再下一针勾一个长针。接着锁两针，翻面，我们勾5个中长针。接着我们再锁两针，单面。接着我们也是编织5个中长针。
以这样的规律再编织16排。16排已经编织完成，接着我们锁两针。还没翻面之前是袋子里面的位置，接着我们翻面，我们要在第一针的位置勾两个中长针。接着勾两个中长针，我们空一针不勾，我们再下一针再勾一个中长针。接着我们再锁两针，翻面。我们勾五个中长针，接着我们再锁两针，翻面，我们一样也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中长针。接着再勾两个中长针，然后空一针不勾，我们再下一针再勾一个中长针。接着锁两针，翻面，我们勾五个中长针，好，我们可以断线。一边的袋子已经完成，接着我们在左边的第七个针目入针，我们把线放在后面，先锁一针，拉紧，再锁两针。好，我们空一针不勾，我们再下一针，我们勾一个中长针。接下来再勾四个中长针。接着我们勾两针翻面，也是勾五个中长针，我们一共要再勾16排。好，接着再锁两针翻面。我们一样要在第一针的位置勾两个中长针，接着再勾两个中长针。
接着我们空一针不勾，我们再下一针勾一个中长针。接着再数两针半面，我们勾五个中长针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数两针半面。好，我们一样也是在第一针勾两个中长针。接着再勾两个中长针。然后空一针不勾，下一针再勾一个中长针。接着再数两针半面，我们勾五个中长针。接着我们断线，我们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长线。我们从左边袋子的第一针入针，我们把线放在后面，先锁一针，拉紧。接着我们要勾一整圈的短针，好，勾到右边袋子内侧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勾八个锁针。然后再下一针我们一样勾短针。然后接着把外面一圈的短针勾完。在左边的袋子上缝上纽扣，用刚刚的八个锁针来扣上扣子，项圈的主体就已经完成了。接着我们从第四排的地方开始入针，拿出蓝色的线放在后面，我们先锁一针。接着我们勾五个锁针。好，再勾一个锁针，在倒数第二个锁针的位置，我们先勾一个引拔。接着一个短针。一个中长针。然后一个长针，
接着一个长长针。这样就形成一个三角形，是恐龙的尾巴。然后我们再空两针，你在第三针的位置，我们勾一个引拔，我把它拉紧。我们这样的三角形一共要编织五个，我们就以这样子的顺序一直编织下去。五个三角形编织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断线，然后长线。贴好眼睛后，我们就准备来缝嘴巴的部分。我们的恐龙项圈已经完成了，我们也可以用一样的编织方法来编织小熊和兔子，是不是十分可爱？好，赶快帮你们家的小宝贝勾起来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